嗨，我是曼妮。我们的梅子糖浆收成了，这次总共会有10个名额可以参与义卖。在这次的义卖当中呢，我找了我的好朋友花令令阿令私房小厨香料包，这可是非常非常的有名哦。还有阿令的手作随身皂跟护唇膏。我每天都要去摇晃它，它非常非常的重。昨天我把它倒出来了，整个房子都是梅子的香气。我也没有特别去买什么漂亮的容器来装它，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其实我们一直在实践的是减少垃圾的制造。所以我用的是我用过回收起来的玻璃瓶，同时我们也目睹了小奈妈的扩香花篮，很漂亮，这是我们曾经一起创造的奇迹，非常的感谢大家。我们的义卖没有扣除成本，都是全数捐出，为了要谢谢大家奉献的爱心。而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每一次和我一起聊下去的朋友们，没有你们就没有每一次成功的义卖活动。这一次我们将捐给门诺基金会老人送餐，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，谢谢。